放马过来，就对着我韩国瑜一个人，放马过来，民进党整个人快中风了，放马过来，就对着我韩国瑜一个人，放马过来，放马过来。水灾不来看在选情危机就被等来，黑云豹为少奶拿下当比例被拽，看球衣白骨爪全都来势汹汹，开始胡打港口用破产到台式空空，他被拼经济派的剩下有的无的，打刚消费几句干话都没讲啊无的。台湾其实是不会缺电的，那你现在要盖燃煤圣号电厂是要干嘛的？喂，放马过来，就对着我韩国瑜一个人，放马过来，放马过来。韩总不爱差评，我来帮他打你，看狼群打巨人，无需重炮枪杀蚂蚁，这个双语打脸赖神打得噼里啪啦，所谓花嘛就是花到欠一屁股债的花嘛，这起码凶还算个君子，没学这群 low 逼，以后拼来市府工作别再狗熊偷鸡。好多张天青还没被切穿，拨爪延伸司法教育各界颓废接班，看土包子打选战执政更加无能，中选会阻碍公投，民主被镇压屠城，一例一休军工教也搞得天怒人怨，碰到黄金立马阳痿谢大使给沦陷。放马过来，就对着我韩国瑜一个人，放马过来，放马过来。台中还得号召行政人员来助选，北农找个实习生咨询都不敢露脸，除了黄伟哲还像个人样不硬凹不斗嘴，被无能到极点的中央政府扯后腿，大佬一一退党，人民更加失望，文青干话连篇，谁更假的大模式样，执政成这十样还不反省蒙赖着，浪费全党资源拿去打一个卖菜的。放马过来，就对着我韩国瑜一个人，放马过来，放马过来。哎呦，高雄拼经济，拜托各位乡亲，把酒杯喝光。It's a revolution, and 高雄 about to go down. Get rid of these DPP clowns. 韩国瑜 2018, make 高雄 rich again.